10月29日，央视导演哈文发微博宣称李咏因癌症在美国去世，消息公布后在网上引发评论热潮，许多网友在得知他去世后纷纷表示难过。当初得知他们全家移居美国，还以为是退休隐退，没想到等到的是这种噩耗。小时候很喜欢他主持的节目，风格很独特，只愿他一路走好，天堂没有病痛。更有人感慨，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，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当下，身体健康，全力活好每一天。还有网友对当初那些嘲讽挖苦过李咏一家的评论感到不平，替他们的行为说声对不起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